如果你身处室内，请你找一个靠窗，可以望到天空的位置。如果你在户外，请找一个比较安静，望到天空的地方。用一个你自己觉得舒适的姿势坐低或者瞓低，而家邀请你慢慢合上眼睛，深呼吸两次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将注意力带到耳朵，听下周围有没有声音。找到几多种声音呢？细心听下，尝试找出最细微的声音。而家请你将注意力转移到去你的皮肤那里，可以感受一下皮肤和空气接触的感觉。身体不同的部位，皮肤的感觉会不会不同呢？是温暖、冰凉、干燥，定是潮湿呢？请继续合上眼睛，慢慢抬高头，面向天空。想象一下，你将会看到的天空是怎样的？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你可以慢慢
打开眼睛。观察一下，这一刻，天空的颜色和变化，你眼前见到的景象，和想象中有没有不同？在接下来的10分钟，邀请你留在原位，继续放松，打开五感，享受当下。当够钟的时候，会有钟声提醒你。
多谢你的参与。在刚刚那段时间，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呢？可以用你喜欢的方式记录下来。